欢迎收看108年7月8号的港都新闻，我是萧雅欣。顺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君鸿酒店、金传歇业饭店业者出面高分被指控整起拍卖案件有许多不合理之处，希望诉诸媒体为员工及饭店争取应有的权益。金门酒厂和高雄市政府专案合作推出一款专属韩市长的纪念高粱酒，预计生产60万瓶，渴望为市府带来最高6000万的授权金收入，将全数做公益。高雄市文武圣殿举办文恒圣地百年安座文化祭活动，除了邀请安泰社区跳12婆姐阵炒热气氛，还请来市政按摩师为民众免费服务，希望透过文化祭创新公益，邀请民众感受宗教文化之美。高雄知名地标85大楼最近因为君鸿酒店金传歇业消息引发各界讨论，饭店业者更在今天出面召开记者会，高分被指控整起拍卖案件有许多不合理之处，希望诉诸媒体为员工以及饭店争取应有的权益。因为不满饭店在拍卖过程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业者率领饭店干部在律师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认为自己是受到寿险公司的拖累才会导致被拍卖，更痛斥司法处理过程粗暴，造成600多名员工的权益可能受损。买这个酒店的那个现金目前在法院，法院把这个钱分配给过去君鸿所担保的债权人，就是新加坡商盈富地产，它是一个外国公司的纸上公司，这一笔钱一旦汇出海外了，这笔钱就没有了。因为法院的这样的一个操作，让我们不得不下这个决定。我们还是要跟市政府要说明，你们发布的讯息是有误的。第一个，今天七月八号并不是点交，也不是经营权转让，今天是分配款的日子，我们必须要帮员工去争取，而且是依法。平常门庭若市的大厅受到歇业影响，一楼大厅显得萧条，但是不清楚状况的旅客还是依旧入住，表示服务正常，心情不受影响。知道他们今天歇业了吗？昨天知道的。是、那所以他们一切的客房服务如何？没有什么分别。没有什么分别、所以觉得住的还可以。都会来这里住啦，大部分都来这里住，蛮好的。这个饭店其实是蛮好的，环境好啊，有，这旅行业当然都会担心啊。那其实问下来，他们目前来讲还蛮正常。虽然已经宣布歇业，但是对于无法转单的旅客以及售出的餐旅券的部分，酒店还是继续提供服务，希望能够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当然会啊，你当天才被告知，你觉得？所以，但是目前还是先坚守岗位了，还是要先以客人为主。高雄市近来连续传出饭店业者停业和歇业的消息，除了造成数百名基层劳工忧心权益是否受损，也引发外界担忧是否影响对高雄的投资意愿。尤其正全力投入招商引资拼经济的市政府，在业者出面喊冤之后，将如何协助，格外受到关切。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除了饭店员工要争取权益，这次事件当中还有一位无辜的插画家马里斯，他在今年5月份收到饭店邀请开画展，他特别精心准备了近70件的画作，没想到才刚布置好就被告知饭店要歇业了，原本预计要展出到9月底的画展，才几天就要撤展了。可爱的猫咪插画一黑一白挂在墙上，在灯光投射恰到好处的角度，让图画的色彩更加鲜明。这是插画家马里斯转换跑道当里长后首次举办的画展，没想到却在布展前一刻才被告知饭店要歇业了，来不及挂上画作的名称和介绍，看得出来一切都很匆忙。眨眼是一点点，因为毕竟人生人就是要有高高低低啦，就是会遇到的事情都你都无法想象的出来，然后遇到其实还是有一些祝福在当中，因为我们就很一开始就是讲座没有了，但是我们还是会有进行一些地调的导览，然后来的粉丝啊，然后画迷也是很多人来观看，来听我的导览，也是蛮开心的，就很特别的一个经历。
这次展出的70件作品中，除了有首度展出的原创画作之外，还有受到厂商青睐的借展作品。因为独创性很高，厂商忧心画作放在饭店里缺人看管不安全，已经通知策展人，希望赶快归还。真的是随时会撤展这样子，因为就是有点没有安全感吧，因为毕竟有些作品是向人家借的，对，所以会有点真的对担心是会对，但是担心就是因为没有人顾这些作品了，对。那这个作品，这次的展览的作品可能随时就会撤展。原定展出到9月底的画展碰到饭店拍卖，只能短短展出几天就要撤展，一些配合展出的小物件也无法亮相，插画家也只能苦笑地说，就当作是一次快闪的展览体验，成为艺术创作生涯里难忘的一次经验。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拥有高人气，最近金门酒厂特别和高雄市政府合作，取得韩市长的 Q 版图像，包括肖像和亲笔签名等授权，推出旺旺来金门高粱酒。这款专属韩市长的纪念酒预计生产60万瓶，渴望为市府带来最高6000万的授权金收入，将全数捐给社会局，帮助社会弱势民众。这款韩市长专属旺旺来金门高粱酒，瓶身由天蓝色底图搭上市长 Q 版图像，从上到下依序将市长喊出的豁出去人进来口号，还有结合高丽菜和旺来等经典图案排列，有别于传统高粱酒瓶身全透明的设计，这款纪念酒一上架就特别显眼。这是高雄市政府与金门酒厂专案合作推出的高粱酒，已经在新开幕的高雄门市发表销售。金门酒厂呢，有感于市长想要推动照顾弱势的一些政策，所以他对于这个金酒系列里面特别选择跟市政府来做一个合作。那用这个韩市长里面这种 Q 版的这个人像，外加他这个高丽菜的一个图样，那提一个叫做金酒旺旺来的一个高雄市的一个金酒的一个纪念酒，那么推出以后深受好评。财政局指出，这次和金门酒厂合作的期间为4年，预计生产60万瓶的纪念款高粱酒，透过韩市长的亲笔签名和肖像等相关授权，最高将带来6000万的授权金收入，将全数捐给社会局，用来照顾弱势族群。其实这个酒主要是要做公益，就是说我们一瓶酒里面，金门酒厂一瓶捐给高雄市政府60块，那么最高的上限呢，4年希望能够达到6000万的一个经费，也就是做100万瓶。然后6000万捐给我们，市长指定给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对一些社会的弱势的一些照顾。我们也很感谢金门酒厂有这样的一个公益的一个思维。看好韩市长的高人气，金门酒厂推出的这款韩市长纪念高粱酒一上市就受到粉丝的青睐，第一批推出的20万瓶已经销售一空，未来还会有系列酒品推出，期待能在国内酒品市场再创一波高潮，带旺台湾经济。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高雄市文武圣殿举办文恒圣地百年安座文化祭活动，安泰社区特别以12婆姐阵炒了气氛。另外，庙方还请来时装按摩师为民众免费按摩。而这几天还有歌唱比赛，民众票选最佳人气奖的得主，还有机会抽中大奖。文化祭活动一早开始，不少小朋友在家长带领下来到文武圣殿参加灯笼彩绘和绘画比赛，舞台上气球表演更是吸引小朋友上前抢气球。安泰社区更以难得一见的12婆姐阵为文恒圣地祝寿。那我们安泰社区也很感谢能够来参加我们文武圣殿，我们的文武帝君圣地的这样子的一个造福人间黎民百姓的这样子的一个盛举。摊位区还有复刻老街，让民众重温古早时代的各种器物。另外，庙方还请来视障按摩师提供免费10分钟的视障按摩，希望民众能到视障按摩站消费，支持视障按摩。觉得他们的技术很好啊，很认真，哎啊，抓起来很舒服。下次有机会我会想去给他们按摩，所以我觉得很舒服，也精神都很好。说视障朋友也有这样的一个，对对对，应该是很好，可以赚钱。啊，就过去盐埕埔大街小巷咧卖肉包馒头、水煎饺，哦，即摆这已经失传足久啊。啊，这街头巷尾细细家摊拢会送入去。
除了精彩热闹的舞台表演之外，周一到周四还有文武杯歌唱比赛，民众除了可以聆听歌曲之外，还可以票选最佳人气奖的参赛者，就有机会抽中大奖。比赛那结果有请老师来拍评，来这个做评分吼，啊，选出这个优秀的一款作家。位在盐城区的文武圣殿长期投入社会公益，这一次适逢文武圣地百年安座和1800岁圣诞，盛大举办文化祭活动，欢迎民众前来感受宗教文化之美。港都新闻综合报道。为了维护社区环境，新兴区永宁里成立公益资源回收站，同意收集社区民众的回收物，特别是里长为此设立了一个专户，要将回收所得作为社区的急难救助金，回收兼做公益，一举数得，让李明直说很有意义。志工们忙着将瓶瓶罐罐仔细整理，统一集中分类后，就可交由清洁队一并运走。这是新兴区永宁里成立的资收站，固定时间和地点回收物品，不仅能维护社区环境，还能做公益。回收物把它分类，回收物把它整理之后再拿出来，我们再送到清洁队。那么送到清洁队所变卖的钱，我们又留给我们的社区的志工，这些伯伯妈妈，甚至呢有一些身体或者这个老人，这个比较弱势的独居老人哈，我们都可以来帮助他们。特别是社区里有一位高龄96岁的爷爷，做资源回收工作一转眼好几年，到现在还持续为大家服务。做这回收都吼帮助大家吼，哎，对这卫生的方面吼，真要紧了，对了。为了提升方便性及顾及银发族需求，里长特别建立 LINE 的生活圈，只要无法将回收物送到资收站，动动手指传个讯息，就有志工会到府帮忙。他是每个礼拜一，那有一些人需要上班或是什么刚好不在家，他可以请里长先把他带回去，那也不用在家里面堆积，也不容易滋生登革热的病媒蚊，那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好的一个创举。那其实我很希望就是各里都能够来跟进，那也因为我们社区落实的一个资源回收，所以我们新兴区那连续3年来都没有本土性登革热病例。炎炎夏日加上多雨季节，让登革热疫情拉警报，想要远离病媒蚊，就从配合寻道清刷做好资源回收开始。港都新闻张世明、小新采访报道。罹患癌症往往夺走许多人的生命色彩，不过总有勇敢对抗病魔的病友令人敬佩。高医与癌症希望基金会合作开设摄影展，由病友家属以及护理人员所记录下的病友抗癌历程，不止捕捉了希望，也期盼透过影像帮助病人正向面对疾病。开心登顶玉山，照片中这位郑先生是癌症病友，曾经放弃希望的他，却以老婆的鼓励转念，留下这幅记录生命的得奖作品。高医与癌症希望基金会合作举办第7届捕捉希望摄影展，展出病友家属以及护理人员看见的希望，借由这样子一个捕捉瞬间的一个画面，那记录一些感动，也鼓舞所有正在跟癌症奋战的这些病友及家属哈，能够还有医疗人员哈，能够有一些更多的心理上的一个帮助跟支持了。不论是勇敢对抗病魔，或是在抗病过程中流露的情感，摄影展展出的每幅作品都记录生命的勇敢以及那份爱，不只期盼激发病友及家属的希望，也透过影像帮助病人正向面对疾病。作品中你可以看到有一些是在过程的治疗过程中，他有一些烙印，那烙印他把它叫做什么，他颁予一个勋章给他，哎，都是非常很正向的一个想法。那另外有些的作品他希望还有另外一个彩色的人生，有一片天可以让他突破，所以有一些的主题是在这个部分。从2013年开始，高医透过跟癌症希望基金会的合作，记录病友令人敬佩的生命历程，也希望降低癌症的冲击，将希望跟爱传递给更多人。港都新闻张世明、夏小新采访报道。
前镇区高龄人口高于高雄市平均值，有15个里甚至是超高龄社区。为了让医疗服务深入社区，前镇区卫生所结合诊所、药局，协助民众提供快速转诊等相关服务，帮助失智症者就近找到医疗资源，落实在地老化。台湾迈入高龄社会，而前镇区65岁以上人口数又高于高雄市平均值，有15个里是超高龄社区，因此前镇卫生所结合社区诊所及药局组成整合照护网，加入高龄友善社区的行列。我们怎么样从社区里面发现可能需要长照或者是需要居家医疗这些市民朋友，就是所谓我们里长可以来协助，甚至我们社区药局相关的这些基层院所都可以协助做通报。通报之后，我们后端的这些窗口就能够做后续的一个快速的一个衔接，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在一个健康、这个无害的一个环境里面，都能够所谓的宜居的一个环境里面持续来做一个生活跟成长。为了协助失智症者及家人就近找到资源，落实分级医疗照护，前镇区结合地方诊所及药局，协助民众医疗转介，并提供相关服务，提升民众对失智照护的认知。比如说，还有一些失智老人来我们这边，那我们就会帮他做一个通报的动作为主。那我们店里面会放一些相关的文宣，一些配合的部分。希望这些民众呢，可以在我们社区里面呢，就近的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长照或者是一个社区关怀的据点，那进行活动。那希望可以在地老化，那希望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这样的平台的一个连结啊，我们创造幸福的前镇。除了高龄友善药局，前镇区目前有4间失智照护友善诊所，提供筛检及卫教咨询服务，并协助需要进一步医疗的民众快速转诊，期待落实在地老化，建立完善的社区照护网。港都新闻张世明、夏小欣采访报道。自闭症是一种行为认知障碍，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心教导。新兴儿社福基金会以自闭儿家长的亲身经验，开设多元关怀机构，根据孩子不同状况，启发音乐和绘画等学习能力。详细的节目内容，请锁定7月8号每周一晚间9点的《幸福》，按个赞。随着节奏敲打乐器，或者画一幅色彩缤纷的画作，自闭症的朋友虽然不太会用言语表达，但擅长用音乐和绘画让外界读懂他们的心。新兴儿基金会就是由一群自闭症家长组成的团体，最懂得如何照顾自闭儿。比如说控制他们的一个沟通的现象啊，然后就是我行我素的现象，然后在团体里面也都是这样，完全没有办法融入团体。所以我们用音乐试着试着用训练的方式，而结果就慢慢就是真的也把他们训练到真的是有一点潜能就被开发出来的。另外，新月工坊里也会教导自闭儿学习咖啡冲泡技巧，以及烘焙手工饼干、蛋挞等，藉由学习技能稳定情绪，也可以增加收入，未来更能够到一般职场工作独立生活。透过很多的学习，透过很多的机制，让他能够真的知道说我们一般人我们的职场的要求是必须要你要做到怎么样的程度，你才可以再到一般职场去工作。我觉得那个是可以透过这样很好的训练。虽然新兴儿基金会提供自闭儿各种关怀机构，但他们还是得依赖父母。有一天自闭儿的父母年老逝去，自闭儿将何去何从？基金会期盼建立新兴儿爱心家园，成为自闭儿永远的避风港。只要有方法，我们有专业技能，我们读懂他的那内心世界，我们可以慢慢去控制好到这些行为。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成立一个爱心园，照顾身心障碍的孩子，家长得付出更多爱心，自闭儿的家长更是辛苦。给自闭儿一个机会，给家长一个鼓励，自闭儿家庭就能够努力撑下去。详细的节目内容，请锁定7月8号每周一晚间9点播出的《幸福按个赞》。港都新闻潘志光、赖昌邦采访报道。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为履行媒体试读教育的承诺，与一所大学大传系合作制播新闻。今天带您来看驯马师的故事，要如何将一匹马给驯服，背后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透过镜头带您一块来看看。
放眼望去，马场上的马儿有秩序地站成一排，马场上的人员正在帮马儿洗澡。马厩对马来说是最有安全感的地方，所以马厩的清洁是最重要的。要让马儿待上一整天，就必须维持马厩的干燥，也需要有充足的食物以及水，才能让马儿在里头好好的休息。马匹跟人类一样，都是需要吃三餐的，但需要费一点心思的是，给食物的时候需要按照每一匹马的品种来给不同的营养品。可在想养好一匹马是不容易的。位在高雄大社观山下的马术中心可以提供游客来参观，马术中心的马儿们都是经过训练的，所以来参观的游客可以放心的来跟马儿接触。又成为在马术比赛中的马儿都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马是记忆型的动物，所以平常都要上一些课程来做好训练。然而要成为被选中的马也是需要经过层层的关卡，像是血统需要纯正，马匹要够聪明才能开始做训练。一手新闻，张静慈、尤松宪、陈小璐，高雄采访报道。接下来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0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灾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4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有下雨的机会，气温28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有下雨的机会，气温27到34度。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我是小雅欣，我们下次再会。种菜就是跟做人一样，要实实在在，不用喷农药，用心来照顾，让大家吃得安心，就是我们最关心的事情。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高雄是一个充满感情的所在，有趣味的友情，予人温暖的亲情，助人感动的爱情。还有最骨力的热情，加油加油加油，都在最美的你。
每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我这几年来会安尼做，是希望会当传承落去。这个牛线表现出来，唔干那是力量，嘛有真水的表达，予咱尊师重道，八礼仪，礼廉耻。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我照顾这片银花红，是阮逐工上重要的代志，因为每一粒银花，我拢用心栽培。希望你上到时的日子，将祝福送予大家。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社区里的温馨故事，励志人物，区里花絮，社区营造，所有社区里的大小事都在社区好新闻。为了文塔加色安心的水果，也对亚开土地的友善，总有机还在我一天的坚持。虽然失败几多摆的，我一定会用客家硬强的精神坚持行一条路。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因为有你，使城市充满快乐、希望和幸福感。让我们给您按个赞。要将一块平凡的茶壶刻出一身红啊，就必须要用心看、细腻做，每一个动作拢袂当停打，才会当做出有灵魂的作品。这就是阮用心的态度。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做馒头30多年，大家常问我